谁在剧中剧外，就是说表情管理最优秀？朱真哥，你说是敏涛姐，就是我妈，因为我妈妈前一阵子她有这么一个表情的特别逗的一个讨论哈。前段时间敏涛姐唱那个红色高跟鞋的时候，我们剪成了一个小集锦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对你的感觉强烈，却又不太了解，是凭直觉。真好看，你想我真好看，你的解释还真好，却又像风捉摸不住，像手腕上散发的香水，歌声还带点慵懒。小眼神，红色高跟鞋，拜，开始。哇 ，Yes OK， 这是什么羞的事儿？来，这是第一个啊，抽筋儿，然后跳眼神，哦对，这个，这个，哇，抽筋稍微，我没有看过这个，然后先梳妆打扮一下头发，然后爱谁是谁，爱谁是谁，爱谁是谁，对 ，OK， 然后呢，爱谁是谁之后呢，我要把衣服捋好。捋一下我的西装，我的裙，戴手套，出发！哇！哎呦，女团舞还整出心得来了，你说？我的个人答案，在戏中管理表情最好的是敏涛姐，真的就是她，就表达表情的过程当中给出什么样的表情，很标准。是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，再这样熬不下去了。两个人都有伤害，抱歉，我们浪费了彼此的时间。愿你负心有